文是 rhododendrons， rhododendrons。咁佢嘅日语汉字你又知唔知系咩？元朗有一个以杜鹃日语汉字泽族命名嘅花圃，嗰度除咗充满日式庭院嘅美感之外，仲有好多杜鹃花睇噶。花圃内嘅围栏同门楼布置都用咗回收嘅树干，好有环保元素啊！而入面嘅杜鹃花布置都好花心思，分别用嚟围边装饰，同时又将杜鹃花种喺坡道上，配衬埋其他花，更鲜艳抢眼啊！鼠尾草大家就听得多了，但是你们有几了解它呢？鼠尾草是唇形科鼠尾草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，有浓烈的香味。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，其中一种是用来做药草或者香草，在不少欧洲地区还会用来萃取精油。看完泽族花道，完全被入面的和式设计迷住，想再翻睇，又或者想睇多几款日式花圃，唔一定要下下出街嘅。依家只要用手机上网睇花展，一样可以随时随地睇，冇时间同空间嘅限制之余，仲可以玩埋互动游戏同自拍，等你喺屋企碌住部手机都可以享受到花展嘅乐趣。